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透过我来电视网的转播，一同欣赏111学年度 UBO 大专棒球联赛。今天是呢是1月9号礼拜一，我们在台体大棒球场一同欣赏到的第二场的赛事，由国立体大来对上文化大学。这场赛事的转播部分呢，继续是由东哥黄忠义和我林东以及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大家服务。东哥好，主播、各位球迷朋友，大家晚安。然后清晨出局，内野的反击中，哎呦 ，lucky hit！ 突如其来跳起来，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哇，要利用场地啊！哇，对球队来讲啊。这是终于是文化大学的第一支安打，对国立体大来讲比较吃亏了哈。的这个线来缝制，切高起来，那游击手这边已经说可以了。第三个出局数掌握到手，文化大学虽说有人上垒，但没有办法拿下分数，双方依然0-0。慢慢在等待了，他一定会有的。滚地球，三游间的安打出现。今天林志光扮演着第九棒的伏兵，还是有打者上到垒包，这是上垒的事，两人出局之后才开始的啊。对，前面四局都是守名的选手能够上垒，换个方式看看，有那么简单吗？想要换方式就换方式。偏高四坏球保送，那这个时候有不一样的状况出现了。叫投手教练不要出来。但 man 呢、啊？一定要让投手教练走一走嘛。对，就是出来走一下嘛。主棒这个球要形成左半边的安打，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之后，现在要闯回来这个球的一个回传 ，take 掉了，哇，传三垒这边也 safe。王威伦安打建功，并且带有打点，国立体大先持得点。那文化大学这边要不要喊一个挑战呢？看起来好像没有。得分是没什么问题了哈。这个中外野手回传之后，如果是球没有掉出来的话，是有机会哦，能够抓到从二垒跑回本来的一个跑者哦，这个回传相当有水准哦。对，其实金本航和已经传得非常到位了，但球掉了。重点就是这个球棒打出去，王威伦球棒打出去之后是在这个本垒板旁边哦，后面的打者没有及时去捡球棒哦。快球，比较偏外角。这个半局出现了两次的四外球保送。对，这个球主审判得蛮准的了。是。杨耀勋啦、陈冠宇啦、也都有同样的一些情况，但现在四外球的保送比较低了。教练团有没有发现到球库上有血迹的这件事情？应该换头了，没办法了。对，对，之类拍手了。对，他已经尽力了。出棒这一个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要落地形成安打。那这样子垒包上两名的跑者要回来，球回传 ，safe。我的最佳两分回来了！哇，火力体大、哇，一发不可收拾啊！这个半局是两人出局才开始啊。是。戴豪恩两分的打点，这一球不刻意球长打，往反方向来推。目前来看是要打出这个卫冕军的一个气势啦。挥棒落空，最终林威志遭到三振，今天领到第二 K， 但国立体大靠着对手的一个控球情况不稳，然后戴浩恩再追加一支安打，现在4-0，暂时领先。投手一个弹跳接到，然后抛给一垒手，真的是看到一个人表演了。对。有三振哇！挥空三振，三球三振。哦，到目前为止看他的一个脸部表情，完全没什么其他的一个一些
表情出来哦。对，都还是很专心、很专注。切高起来，这个球内野上空，二垒手来处理，没问题，稳稳抓下了第三个出局数，结束了这一场的比赛。最终国立体大是以4-0来击败了文化大学，收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并且李崇仪拿到了无四死完投完丰盛，哇，相当精彩的一场的赛事啊。投完这场比赛之后终于有表情了，露出了笑容也看到牙齿了、哦、哇，106球完投9局，然后仅被敲出一支场地的幸运安打，这是个无四死的完投完丰盛。那当然了，这场单场 MVP 就要交给他了啦，哦，对，毋庸置疑了。